生才可以喝，谁知道？要长大。长大，对，好，这是一点。那如果爸爸妈妈喝酒，他可以开车吗？不行。不行。那他喝酒，他只要喝一点点小杯哦，都不行哦。你要跟他说，为什么不可以喝？为什么不可以开车？我们爸爸喝酒还可以开车。哦，是谁？是谁？有吗？哦，叫警察来。他刚刚说，喝了酒就不能开车或骑车哦，也不要骑脚。你爸爸是哪一个指出来？快点。爸爸是谁？他当做太诚实了。哦。对啊，你很诚实。跟爸爸妈妈说，喝酒不开车，开车不喝酒，好不好？好，下次要做到。如果爸爸下次喝酒的话，这边来，这个是什么？早上第一件事你要做什么？刷牙。谁今天早上没刷牙？我有刷。那么厉害，因为上次有小朋友跟我说他超诚实，他说他没刷牙。所以要记得，我不想蛀牙就要刷牙，好不好？哦。这样才会健康。哎，走。能知道这个是什么吗？你女儿说爸爸喝酒都有开车。我哪有喝酒有开车？你儿子讲的。擦屁股。我擦屁股。还要擦手手啊。擦屁股。吃饭前要先做什么事情？洗手。没有做到。有，你那么乖。你要继续维持的哦。如果手脏脏啊，吃饭之前要记得洗手或擦手，要湿湿的，不要用卫生纸擦，会有细菌。那我们等一下就去做什么？你要做汉堡，你要吃好吃的汉堡哦。而且阿整整要吃的，阿整整的。你上到你翕，我录影。我有时候脚底会拍不到。哦，就尽量了。啊，再去洗手吧。要去洗手了。哦。哇，这么多老板。一洗手，等一下要做汉堡喽。哇！啪啪